这是社会标，荒谬的，你干嘛把胶啊？不管是三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后，咱的比赛拢无结束呀。啊，不过即马你要将咱的关系切甲离离离，咱就一定爱有结束。好，安怎比？一人五支标，想谁个较侪，谁就赢。啊，不过我想甲你偷笑头，社会标算是我顺手的。 我算厉害，我莫跟你拼啦！只要你写两粒，我就算你啊！你即摆五支飞镖拢射出去啊！ 歹势，这局算我赢。我有的，你出傲步，这哪是出傲步？我只是表现出我的实力，你都还想逃走呢？ 我拢无甲你计较，你输就输伫个，你无甲规则听完。我的规则并无讲袂当签啊。拢等三十年，我哪有可能放弃？ 你奈？不管你在倒，我拢找着你。我跟你无话通讲。小青，你无，啊，不过我有。看起来，我无请你甲我讲完，你是唔肯帮我走啊？好啊，你讲啥？你紧讲。要唔过我警告你哦，你讲完了后，就莫去搞我哥哥店啊！ 卡本的伊哦，记得边度来叫。其实我可能根本就浪费我的时间嘛。我介意你。 头一次拄到你，我就已经介意你啊！拢已经几岁人啊，遮尔幼稚的话，你搁讲会出嘴？我是认真的。较早的我，拍死也袂相信什么一见钟情。啊，不过一直到三十年前，也毋你出现伫我面头前。 你给我一个一生中永远无法度放下袂记的证明。虽然讲隔天透早起床，看到迄五十块美金，我确实真受伤。安尼意思已经证明，迄个敢毋是？我会提钱给你，迄就代表讲。 我只是跟你算算的尔。不管你怎么安怎讲，我拢要把藏在我心肝的三十年的话，拢总讲出来。来，你讲啊，我也无做同意啊。就是，我唔拿一届想要给毁掉、淡掉，甚至烧掉。 不过我拢做袂到，最后你煞变作我思念你的一种方式。我嘛知影，我袂当再去想你。
我必须得要放弃，因为我知影我这世人无可能阁拄着你啊。啊，不管不管我哪做，对你，我就无得放弃。有可能是天公伯可怜我，后来两个在三十年后，阁有一次见面的机会。上天给咱两个在三十年后，有够一次重逢的机会，咱是不是应该好好把握？小七，好好牵你的手，咱做伙走落去。不管未来安怎，上无即摆咱是有勇气的。不想要再走下去了，请你开嘴，我会马上帮手。家己想家己对啊，我的心肝内根本就无你。小青，我跟你讲，你会把我放袂落心，迄完全是因为得袂到的永远拢是上美好的。什么一见钟情，什么幸福，你莫遐自欺欺人啊！你嘛有爱照镜看卖，看你家己是啥物角色。我东东一个国际喜悦当署长。哪有可能看嫁一个做保全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今麦徛在这跟你讲话，迄完全是因为五一零的民主，你想法比我清楚。朋友的，是的，你的感情我打不起，我会回来台湾，那是因为我有任务在身，真紧客户就要来了，到时阵我真有可能要一命还一命。你阁是将军的爸爸，我哪会当甲你牵拖入来？时间就要有准吼，心舒服。
你这汗臭哦，这样你还臃肿哦？啊，大弟啦，说小三惹吧。哦，我知啊，阿公，你得收贵数量多点无？不要紧，即摆咱见面啦，即几天吼，我一定好好甲公报谢。好啊，你讲啥就是啥，咱交互你安排。好好。OK。啊，真好哦！啊，恁两个人拢来吃我，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，叫波波来就好啊。啊，你亲身来是要创啥？这是一定的，因为大所在我按照你的吩咐拢处理好势啊。既然有时间，我当然要亲身来接你过。哦。原来苏克兰克，你嘛替阮阿公做代志啊？哦，苏克兰克，哇，看起来你已经跟我的苏克巴迪加是识啊有春啊哦。哦，苏克巴迪加，嗯 ，Super Mommy。Awesome， 将军，我是讲吼，大家不管是旧识还是拄好熟识啊，拢 super 稳啊。好啊啦，啊，恁说起啊，是我的可以找个囡啦。我平常时都替我处理公司一寡内部的代志啊，啊有对咧，伊就替我。处理公司外部的代志啦，哦，虽然讲你两个人的业务无什么交叉，要唔过既然我已经回来啊，就卖底下分什么你的啦、伊的啦，哦。无啦，客伯，还是分过较好啦。你拄则毋是讲，伊煮外，我煮内。好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讲。妈，我看你先别去讲嘛啦，给讲给老亏。这个，我想咱以后应该定来见面哦。老弟，等下回人今个忝嘛，要先等伊休困。好，免啦。我叫雪清来接我，就是等下啊，该有代志要处理啊，啊你免得来啊。是。喂，阿公，啊，你哪能无行李啊？我的行李啊，已经叫公司的人送去我的住所啦。我想哦，代志你应该处理到一半，等今麦赶紧去。嗯，是。阿公请。钟雪清是顶大客找的，那安尼针对办台湾所有代志，我得拢是顶当之数。唔知以后是唔是有机会，会当做会处理？